好，接下来呢，课本的76页。好，这里有个小游戏啊，可是呢，我们现在呀，因为在家里防疫期间，老师没办法让你跟小朋友一起玩哈。但是呢，小朋友可以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家里跟你的家人哦一起玩哦。好，假如说你们家有骰子的话，好，那怎么玩？你看呢，就像这个小朋友，对不对？The girl，这个小女孩呢，她 throw the die，她的掷这个骰子，然后呢，她掷到 four，所以呢，她就是念 four 这一条，这一排直的。好，这个 four 是直的，她就念 four 这边的这个发音字。你看她念这样子，好，nut。nut，哦，像这样子念，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念了这个之后，就把它圈起来，然后看谁呢能够连到一条线。那连到一条线或是两条线的话，我们就喊 bingo 就赢了，就这样子。啊，那你看这个小女孩念对了，小男孩跟她讲什么？Good job，Good job，就是很好，答对了。好，就这样子。All right，好，那这是这样子的玩法哈。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上面这个表格非常的重要哦。小朋友，我们这一册 E Star 第二册所教的 phonics 自然发音呢，好，就是短母音，好，短母音的发音，像这个 A E I O。U 就是，这个单字的中间都是 A E I O U，你有发现吗？A E I O U 就是我们所谓的母音，母音，母亲的母，发音的音，母音。好，那我们的刚好有按照我们从那个 Starter unit 一直到 Unit One、Unit Two、Unit Three、Unit Four，就是按照这样子顺序教下来。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好，可以的话呢，你跟着老师念，你不要只有听我念哦。好，add，sad，m，add，mad，at。r at rat at fat in in hen in pen at pet at wet eat Eat, kid. L, eat, lid. Ig, p, ig, pig. D, ig, dig. Up, m, up, mop. H, up, hop. Art. At, pot, at, hot, ug, b, ug, bug, m, ug, mug, ut, at, hut, n, at, nut。好，这是我们这一册全部的 phonics 的发音，然后这些字呢，好，小朋友你先会念。那当然呢，我们课本也有讲它是什么意思。你想想看，每个字都有讲哦。如果你忘记了，赶快翻到课本前面，然后去做复习，哈，你也顺便把这个意思记起来。好，那我们玩这个 bingo 这个呢，这几个字，你看它已经不按照顺序了。那小朋友你会念吗？我们来试试看啦。第一个。Nut, nut, nut, nut,
map, m up, map, rat, r at, rat, hen, h n, hen, kid, k it, kid, pig, p ig, pig.Bug, bug, bug. Pat, pat, pat. Hop, up, hop. 好，现在老师把这一页全部都念给你听了。哦，那呢，你试试看跟家人玩这个 bingo 游戏试试看。如果没有骰子也没关系啊，那不然猜拳也可以啊，哈、哦，猜哦就猜赢的人就先啊先选，看要念哪一个，然后呢再来连线喊 bingo。